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天堂 HHD。今天不是要来讨论 in game， 而是要来讲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，那就是我要走了。我是说我要离开原本的家，准备到外面去住宿。然后我不确定那边的环境怎么样，所以我无法保证之后出品的影片的品质会跟以前一样，或是根本没办法做出影片。所以我今天才会做这部影片来告诉大家，之后的影片出产率会降低，也请不要意外，因为实在是不知道搬出去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，所以在这边跟大家知会一声。对了，顺便说一下，最近有好几天没有上传影片，并不是因为我偷懒，而是我最近一直不断在突破自己，顺便在各种琅琊榜上挂上自己的名字。以下是我这几天努力的结果。好，大概就是这样。搬去宿舍之后，再把剩下的歌清一清吧。好了，那这部影片就先到这边结束啦。我是天堂 HHD， 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